感谢金钟奖，在我第一次来当颁奖人的时候，就帮我搭配一个这么帅的小鲜肉。以前他们都帮我搭控肉。不过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会要我们来颁发这个迷你聚集奖吗？不知道哎。因为我们都很迷你。你看我的身材，超迷你。姐，那我……你的迷你肉眼看不到。没有嘛，不要误会哦，是资历很迷你。你看台下这么多大哥大姐，他们的资历最少都30年起跳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敬畏的心来颁发这个奖项。没错，接下来我要跟淑妹姐颁发第56届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编剧奖，入围的有